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地藏菩萨本愿经习讲。尊敬的诸位同修，诸位护法，大家吉祥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呢，再借这个共修的因缘，继续给大家来习讲地藏菩萨本愿经。这个就是我们新道场建立之后第一部经要讲的，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。希望大家能够用你们的虔诚心来学习，来听经。因为上个星期已经给大家简单的说明了，听经学许能不能有得力，能不能成就，关键在我们有没有谛听。你有没有专心，你有没有把你的心放在学习当中，你有没有把你的心放在听这一部经当中，这个就是我们学佛能不能成就得利益的关键。希望大家好好来学习。上一次呢，已经给大家简单把这个整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的纲领已经为大家介绍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明的是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的这个经体。上一次已经把地藏这两个字啊简单为大家介绍了。这个地啊是代表大地，这个大地能够运载一切万物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是没办法离开这个地球的，而且每一个人一定要依赖这个大地。这个大地不但能够帮助我们一切众生，也能够养活我们一切众生。那地下有宝藏，这个藏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功德啊，地藏藏是代表功德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个地里面呢，有无穷无尽的宝藏，就是说我们的内心。我们的内心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那为什么无法能够开显呢？什么样的原因呢？我们的内心里面有无量无边的智慧，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无量无边的辩才，那为什么我们无法能够开显出来呢？原因在哪里呀？佛告诉我们，你要把你的心地，这个心地指的就是我们的孝敬，你能够把这个孝敬能够开显出来，不但对你的父母能够孝敬，
而且对生生世世的父母你能够孝敬啊，生生世世的父母就是一切众生，你能够孝敬一切众生，那你那个功德就能够开显出来了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，你在你的内心不会有障碍了，无论在什么样修行当中，你不会有很大的障碍。你会有障碍，是你自己给自己的障碍，无法让你的智慧，无法让你的功德能够开显出来。所以这个孝敬的代表，就是说你要发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孝敬，孝敬都是菩提心。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把这个地藏这两个字简单又重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你那个智慧，你那个福报，其实每一个众生都是圆满具足的。那为什么无法开显？就是因为你自己的烦恼障碍它了。你要把它除掉，化除，才能够显出来你的福报。所以佛呢，常常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好，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。所以佛啊，常常劝导我们啊，劝导我们，我们对于这些菩萨要发心修行的啊，下面的那一章哈，之前的那一章，就是说我们要发心啊，我们这个菩萨要发心修行，就是说我们要念佛的人，我们学佛的人，今天如果你想要修心，首先你必须要跟大地一样，你那个心又跟大地一样。如果你的心能够像大地一样，你无论在什么样的，你不会有障碍的，你对一切人不会起了厌恶的心，你对一切人你就会起了恭敬的心，你对一切众生你不会跟斤斤计较，你不会跟一切众生起了冲突，起了烦恼，因为一切众生都是跟你是一体的，是一个的，这个就是孝敬嘛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像大地一样呢？我用一个比喻来讲，我们今天所吃的所喝的五谷杂粮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是不是？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有没有？没有啊。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五谷杂粮种种的，包括我们自己本身，你所住的地方，都是大地供给给我们的，大地供养给我们的，而且我们所吃下去的东西都是采取最好的。你从大地你采取的东西全部都是最好的，你吃下去都是最好的，那你排出来呢？你排出来的都是最不好的，都是最肮脏的。你把大地的东西采取都是最好，吃到你的肚子里面吃下去，你排出来的都是最肮脏最不好的。大地有没有跟你说？大地有没有排斥你？大地有没有跟你说，哎，我不可以哦，你不能回到我的大地哦，你要回到天上去哦？大地有没有这样跟你说？没有啊。无论你所排出来的东西，无论多脏，无论多不好，大地通通都能够回收，都能够消化。所以呢，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这个是比喻什么呢？
就老师刚才的那一章，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我们修行的人，特别是行菩萨道的人，就是我们念佛的人哦，包括我们今天本人在内，我们一定要先学习像大地那样，无论他怎么样对待，他就不会对我们的排斥，无论我们怎么样对待他，他通通都在尽力帮助我们。就是说比喻表法什么呢？我们每一个人的念头的行为，你要利益一切众生啊！你一定离开你的私心的念头，你要放下你的自私自利的态度，不但你要放下自私自利，你要供给一切众生都是好的。你不但你要放下你自私自利哦，但是你能够供给一切众生，而且所给的都是最好的，不但是最好的，也欢喜为一切众生服务。这个就是大地，无论是怎么样的，他给你都是最好的，他所得到回收的都是最不好的。你们每天要不要上厕所？大地从来没有排斥的，但是如果今天众生不接受我们的服务，或者接受我们的服务不但不领情，回头过来把这些垃圾把这些垃圾通通丢给我们。什么叫做垃圾？就是他来批评我们，排斥我们，侮辱我们，回谤我们，甚至于来伤害我们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你怎么来面对呢？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生活上处事待人，就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些逆境顺境的，或者遇到逆境的时候被人家欺负，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？当你遇到顺境的时候被人家赞叹，被人家的一种恭敬，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？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境界当中，心里很烦恼，心里很痛苦的时候，为什么他这个人对我不好？为什么他的态度这样对待我？为什么他讲话的语气对我这样的不恭敬呢？你这个时候赶快想起谁呢？想起大地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经过的，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没有一个说事事能够如意的，没有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的，不是每一件事能够称心如意的，能够称心如意的很少。那我们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处理呢？赶快想起大地。我们怎么样对待大地？大地从来没有跟你报仇，也没有跟你抱怨，也没有排斥你的。他的态度是什么？你赶快把这些烦恼，把它做什么？吸收。不但吸收，而且又能够把它消化。大地就是这样的嘛。不但能够回收你这些不你这些肮脏的东西，而能够帮助你消化。什么意思呢？无论你在遇到什么样的境缘，顺境也好，逆境也罢，善缘也好，恶缘也罢，你通通要把它变成什么？看下面的那一章。把它变成什么？转成为你的功德宝藏。今天人家骂你很好啊，为什么？你消你的业障啊。人家骂你批评你的时候你又不高兴，其实他已经帮助你业障了，消业障，
但是你今天又反应，你又不高兴，你不但消不了业障，又增加你自己的业障，你说一次不一次呢？所以能够学习佛法的人是不一样的，会修的人在什么样境界当中都是转成他自己的功德了，因为功德才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，因为功德才能够帮助我们成就的。我们学佛本来就是如此的嘛，要好好修行，不要重在外表，外表那个不起有作用，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，法一定重在实质，你要一定要落实在生活，佛法才能够帮助我们得到好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，所以地藏王菩萨的心地啊，确实真的像大地这么厚道啊。我们常常在社会上遇到朋友，他这个人很厚道，为什么称为他厚道？他从来不骗人，他从来不欺负人，他从来没有讲人家的坏话，从来不说别人的过失，这个人很厚道。今天如果我们不是用这种心态来念佛，你怎么念佛你都不能往生西方净土的，你怎么念佛你就不能得利的，因为你的心都是在这个范围被这些烦恼控制的，你没办法脱离啊。所以你要放下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今天我们能够有缘听到地藏菩萨本愿经，我们真的跟地藏菩萨有缘呢，不但有缘哦，曾经也蒙地藏菩萨接引哦，曾经也蒙地藏菩萨的教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曾经有到三恶道去的，你不要以为我今生得人生，你过去不一定哦，肯定你过去从三恶道出来的，你过去生从三恶道出来，你今生不好好做人，以后可能又往三恶道去，你看真的好可怜啊。不好好念佛，不好好修行，你想一想，你以为哦也没关系了，我今天念佛哦，保证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未必哦，看个人的行为哦，你的心有没有跟阿弥陀佛一样，你的行有没有跟阿弥陀佛一样。我们要很大的反省去思维啊。那为什么我们曾经有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接引呢？因为可能我们某一世啊，地藏菩萨已经把你辛辛苦苦拉出来，把你渡走了，诶，一转世又迷惑颠倒啊，邱老师一转世又迷惑颠倒了。你看哦，地藏菩萨已经辛辛苦苦把你拉出去哦，把你渡出去了，诶，阿宅你千万不要再回来了，地狱太苦了，三恶道太苦，你千万不要来了。诶，得人生了，得人生了哦，一转世哦升到澳洲去了，住在澳洲了，已经住在澳大利亚了，就住在那个地方了。诶，遇到境界又迷惑颠倒了，被这个外面的境界而所迷惑了，名闻利养自私自利贪嗔痴慢疑通通被迷惑了，不但一迷惑了，回头过来又回谤地藏王菩萨，回谤佛法。地藏王菩萨有没有对我们舍去呢？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。地藏菩萨有没有舍去我们？没有啊。他大慈大悲，造就，哎呀，我辛辛苦苦把你渡出去了，你为什么又回来了？然后你们说，师父啊，哎，地藏菩萨，我太想你了。啊，我在这个世界住得好辛苦，我现在又回来，我真的好想你了。你看
我们人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得人生很不容易啊，失去人生很容易啊。你要进到三善道很不容易啊，要堕在三恶道好容易的。地藏王菩萨大慈大悲，从来没有排斥，从来对我们都没有舍去。无量劫以来，生生世世都是发大誓愿，都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的。今天比如说有一个人，比如说我们的朋友，我辛辛苦苦帮助他啊，他在心在难过的时候，我给他钱，给他做生意，诶，当他赚到钱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来感谢？不但没有来感谢我，而且又来害我。害我到什么程度？让我很痛苦，让我很烦恼。可能这么比喻嘛，有一个人曾经又这样的遇到，让你很痛苦，晚上也睡不好，吃饭也吃不了，让你很烦恼。突然间有一天，你这个朋友啊，你听到诶，他的生意倒闭了，或者他的房子被烧了，你会怎么想呢？你会怎么想？你第一个念头会怎么想？很多人可能诶，烧得好，报应来了，哦，活该，哦，我们可能很多人会这样想啊。哦，以前我对你这样不懂得感恩，你又回头来害我，你这样不活该那是什么呢？我们可能一般世间的人会这样想，但是地藏王菩萨他是不会的。你怎么样来回谤我、侮辱我，我没关系，我照样来帮助你。所以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像这一类的人太多了。太多了，这一类的人不但不感恩，不但不领情，回头过来又来毁谤，又来侮辱，毁谤佛法，毁谤三宝，毁谤地藏王菩萨，毁谤诸佛菩萨，像这一类的人太多了。你仔细的去观察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像这一类的人他的果报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看下面你就知道了。如果你看到这段经文哦，我们常常告诉我们大家，无论你有多大的糊涂，也不要犯这样的过失。你要记得，过失是因，有因必有果。果报在哪里呢？你看，佛在这一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特别是第六品，如来赞叹品第六，在这第六品里面有一段经文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如是之人啊，如是之人啊，邱老师，如是之人，就是说像这样的人不但不领情不感恩，回头过来又来回报伤害，像这样的人将来会躲在哪里？你看哦，你看到这一段哦，我心里啊，常常每一次读到地藏菩萨本愿经，我千万不要犯这种过失，犯这种过失那就阿弥陀佛了，真的。贤劫千佛灭度，贤劫就是讲我们这个大时代，我们这个大时代啊，会出现一千尊的佛，释迦牟尼佛是排第四，将来弥勒菩萨是第五的。一尊佛要出现在这个世间呢、啊，很长哎。你看，释迦牟尼佛刚刚离开我们2500年，弥勒菩萨将来出现在这个世间还多长时间？57亿600万年，你想一想，一尊佛要出现在这个世间哦。你看，贤劫千佛灭度了，这一千尊佛已经灭度了，极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苦。一千佛已经灭度了哦，但是你还在五间地狱受重罪啊。那
在这个五间第一夜多长时间呢？经过结引，就是说在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你才能够从五间第一出来。五间第一出来，你往哪里去呢？方所恶鬼，就是直接到恶鬼道去的。在恶鬼道你要经过多长的时间呢？又经千劫啊，又经过一千劫。你想一想，不要说大劫，我们用小劫来算那就不得了了。从恶鬼道经过一千劫，最后又复受到哪里？到畜生道。在畜生道又经过一千劫，你才能够方得人生啊，你才能够得人生啊。得人生之后，你是不是得在现在一个很好的家庭？没有啊，众受人生贫穷下贱啊，你生在一个贫穷，很贫穷又下贱，诸根不具。诸根就是我们的六根，可能会瞎，耳朵可能听不到，就是废人啊。多被恶业来劫起现，不久之间复堕恶道啊。你想一想，接受生得人生，人生结束了又堕在地狱去了。世故普广，我们看下面，即毁他人供养善获此报，何况别生恶见毁灭啊。这个果报你只是取笑他，取笑一个人啊，来读地藏菩萨本愿经，你取笑他，哎呀你不要读地藏菩萨本愿经，哎呀怎么样取笑他，你毁谤他，就有受到这样的果报。何况你起了一个恶见，都是不善的念头来伤害来毁谤，那这个果报更恐怖了。所以尊敬的追同修大德，你看一看，你想一想，人为什么会到这样的愚痴，愚痴到这样的程度呢？所以啊，我们看下面，地藏王菩萨，你再看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，你去看一看，很多次地藏王菩萨讲到这个恶道的众生啊，有一种习气啊，恶道的众生就是我们啊，很刚强很顽固，地藏菩萨都无奈啊，都没办法呀，极度都是落泪啊。地藏菩萨很多次在地藏菩萨的本愿经你看得到，几乎都掉眼泪啊，看到我们这些众生太顽固了，一扭头又堕在三恶道。这个众生呢，可能是我们哦。我们是不是属于顽固的吗？刚强的吗？我们确实真的是顽固的众生啊，很刚强的众生呢、啊，不听话嘛，啊，叫你要断恶修善，频频天天造恶，哪来不受果报的呢？所以从这个地方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学佛的人应当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地藏菩萨这两个字，我们看下面，在《地藏十论经》里面，啊，《地藏十论经》为我们说明什么？说明安然不动，犹如大地，啊，静虑生密啊，犹如密藏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下面，
说明地藏菩萨的心，他的慈悲心呢、啊，对我们一切众生的关怀，对我们一切众生的关心，对我们一切众生的爱护，就像大地一样的厚道。大地对我们的爱护，对我们的照顾，对我们的关怀，所以地藏菩萨的心地是含藏了无穷无尽的功德宝藏，因此称为地藏王菩萨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呀、啊。为什么称为地藏王菩萨？就是这个原因。那如果今天我们看下面，那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地藏王菩萨的精神，我们可以借用一下这个菩萨的名号，地藏王菩萨，借他的名号，把这个名号落实在生活处事待人接物，怎么样对一切众生的关怀，因为这个名号是通名，我们要知道一切菩萨只要具备地藏菩萨的愿力，都可以称为地藏菩萨。什么意思呢？只要你能够孝敬一切众生，不但对一切众生能够关怀，也能够尽量来帮助一切众生，你就是地藏王菩萨。你今天能够慈悲来爱护一切众生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。这个就是啊。所以佛在第二品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啊。如果大家常读地藏菩萨本愿经，你就能够看得到。你看第二品叫做分身集会品第二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有那么多的地藏王菩萨，而且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，这些菩萨都是有一个共同的愿力，都是地藏菩萨的分身。你看第二品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他说啊，这个菩萨有多少？太多了。这些菩萨是谁呢？都是地藏王菩萨来化身的。这个就是地藏菩萨的意思啊。所以尊敬的啊，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学地藏王菩萨这样的精神，就是孝敬一切众生，那我们今天来念阿弥陀佛，没有一个人不往生的道理。因为今天我念阿弥陀佛不是要去享福的，我今天念阿弥陀佛，将来我要成就，将来我要成佛，将来在西方极乐世界要学本领，而这个本领将来要去帮助一切众生的，所以你那个念佛的精神你就不容易退转了。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，我今天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没有一个的目的，没有别的，就是要学这个本领来帮助一切众生。我今天去见阿弥陀佛，一见面跟阿弥陀佛说，我要到十方一切诸佛国土，我要去帮助一切众生，你有这个本领了，因为你蒙阿弥陀佛的加持。所以这个我们要学习地藏菩萨的精神啊。啊，不是学地藏菩萨的愿力。啊，什么愿力呢？第一不空，誓不成佛。我不入第一，谁入第一？这个我们不能学啊。你一学哦，不但你不了帮助不了众生，哦，你自己堕了地狱，永远出不来了。地藏菩萨有那个能力啊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，就不用学了。学他的精神啊，你不要说，嘿，那我是不是要学地藏菩萨？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地狱不空，我不成佛，那就惨了。你这下惨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哦，这个就是简单给大家说明这个地藏王菩萨这个名字。
地藏。那菩萨什么意思呢？菩萨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我们常常不是念嘛，哎呀，这个老菩萨，那个老菩萨，这边指老菩萨，那边老菩萨，到最后你问他菩萨是什么，他还搞不懂。你问他菩萨是什么，也说不清楚。啊，你问他菩萨是什么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啊，反正菩萨有拜就有佛比啦。哦，福建话讲嘛。哦，反正哦，这个菩萨啊，就是这样的。啊，菩萨是做什么样的事业？菩萨的范围是什么？他来到这个世间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主要性是什么？很多人都不知道。哎，你真的，你问旁边的人，你不相信，等一下你共修结束，你问旁边的人，菩萨是什么？哎，我不知道。很多人把这个菩萨当做什么？当做神明，当做什么？当做财神，当做什么？当做保安来看待，把菩萨供在家里。哎，菩萨，我今天要供养水果，你要把我的家照顾好。哎，很多人有这样的心态，哎，把这个菩萨当做什么？当做保安来看待，当做什么财神也来看待。哎，菩萨，我也供养你啊，你看我天天供养给你，你要让我的生意兴隆啊。哦，你要帮助我，你帮助我，我要回报你啊。那是不是菩萨不是贿赂了？那不是贪污了吗？你看我以前曾经有遇到一老菩萨，他家里供了一尊观世音菩萨，天天供着。那有一天呢，他拿到佛堂来，拿到佛堂做什么？他说，师父，你能不能帮我加持？为什么帮你加持？因为我天天供的观世音菩萨啊，我家里啊被小偷，我的一条项链啊被偷走了。对了，菩萨来跟我诉苦，我不想拜了啦，啊，又不敢理，不灵感，不感应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天天供养观世音菩萨，师父，那为什么不感应呢？你看我的项链，我最爱的项链不见了，被小偷拿走了，我很痛苦啊，师父。你看，把这个菩萨当做什么？当做保安来看。我们看下面最后的啊，菩萨呢，他的全名叫做菩提萨埵，是佛教的术语，也就是说古印度话。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特别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，所以啊，这个四维翻译为菩萨，那什么意思呢？玄奘大师啊，我们看下面，玄奘大师啊，把这个菩萨翻译为什么？叫做觉有情，说明呢，他是觉悟有情的众生，他也是人，他跟我们是一样的。他也是人啊，跟我们是一样，我们也是人，他也是人。但是菩萨与我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？菩萨在觉悟的这一岸，我们在凡夫是在迷惑的这一岸，这个差别。他在觉悟的那一岸，他已经觉悟了，他已经解脱了，他已经过得很自在，很美满，很快乐。我们呢？我们就是反复。为什么反复？因为我们在迷惑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知道什么呢？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来分享。好，这个啊，简单给大家啊说明“菩萨”这两个字的含义。啊，菩萨他真的是一个人。他跟我们都是一样的，他呢跟我们的区别啊，因为他在这个环境里面
他不会再被迷惑了。我们呢，天天都被迷惑，所以我们的生活啊，会很苦。为什么会很苦？因为我们天天被迷了，放不下，看不破，对一切万法执着的很严重，所以产生感召了种种的烦恼而痛苦。菩萨是没有，菩萨遇到什么样的境界都是智慧的，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境界都是在造业的，这个都是菩萨的境界。所以他们过得怎么样？岁岁平安，年年如意。我们呢，岁岁都不平安，年年都不如意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们在迷了，天天迷了。那要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这个苦呢？唯独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菩萨。啊，下个星期啊，再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。啊，祝大家老实念佛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也希望大家下个星期我们再一起来学习。啊，因为呢，学地藏菩萨本愿经啊，这个功德太大了。把这个听经的功德，学习这一部地藏经的功德，我们通通来回向。回向给我们的累劫姻亲债主，回向给我们过往的父母，回向给我们现代的父母。希望啊，一切众生能够岁岁平安，年年如意，能够吉祥，能够快乐，能够幸福。好，我们下个星期一起来学习。因为你们的来听法是最大对我来扶持，你们没有来听经，我怎么一个人一个人讲呢？对不对？我不可能对一个电脑一个人说啊，那不是神经病了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你们有在，等于给自己给我这个自己本身啊啊这个加油啊鼓励啊，我们下个星期见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祝大家老实念佛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